我们的口号是纪实录像，奋勇向前，排除万难。行游路上，纪实录像。一袋洋葱4250，1万韩币等于8.1美金。左边120克是葱油面4980，右边120乘4刀切鸡面4800，左边为800克糙米挂面4980，右边为500克意大利挂面2500。左边是2欧济州柑橘3920，中间为1.8升可口可乐2980，右边为1.5升葡萄汁2160，左边为1.8升辣椒酱11980，右边为大葱2900，左边为117克无土豆面5680。右边为60个鸡蛋，10900。